老子炸到你头啊！来人！全部都给我死！CMB，我们走动，快点开门！我们知道你们在里面。来！死！全部都要死！死！死！外面走开！是士兵！死！走吧！看！哎呀！不要碰 CMB！ 你们最好马上开门，不然我们就要强行进入了。这是我家，我有人权的，还配有三人 OK？ 给我滚啊！林来滚！现在还有金云溪！我们是跳下去啊！再过来啊！走开！阮元，冷静一点，我们是来帮你。带这么多人来抓我，还说是在帮我？走开啊！我们知道你爸已经很久没有给你钱了，你的钱从哪里来？贩毒吗？臭婆娘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你不要乱讲啊！走开啊！不要换！闭嘴啊！Ryan， 冷静。Ryan， 女的用的应该是 K， 男的是 Ice。吸了 Ice 后，短时间内根本没办法恢复理智。冷静一点 ，OK？ 我们知道你不是有心要伤害你女朋友的。你少啰嗦啊你！你先放了你的女朋友，我们慢慢的谈。你倒是宿命啊！手机的密码是什么？你问，我就要回答。你不给，我们也是有办法解开密码的。那么厉害，姐！Sharon， what's up for previous examination？ Lock screen 解开了吗？解开了，也已经看过了。Ryan 的手机里没有任何可疑。不过我interview他女朋友的时候，他说 Ryan 有删除简讯的习惯。那就让 Digital Forensic 继续挖，还原他已经删除的简讯。如果找到他跟买家有任何的联系，引蛇出洞。Yes, ma'am。哎，我来吧，反正我有点事要先走。
后续就拜托两位大美女了。OK？ 不能走，有什么事比我们收工吃火锅更重要？Ma'am，你贵人事吗？应该忘了，我这两天请了假，而且我今天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做。什么重要的事啊？吃鱼头颅。拜拜。拜。Bye everybody。Bye。 喂，你知道他跟谁吃鱼头颅吗？不知道。 林金城。Are you ready? Thank you, sir. 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我，还鼓励我去上这么多课程。出去以后，我一定会学以致用的。你不是看到一般吗？给你继续读的。 Thank you, sir. 读完以后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不用还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我们不再见面，就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。肃长官你好。哎 ，Madam Feng 你好，林金城就交给你了。谢谢你。 记得出去后要好好和 SRO 合作，知道吗？陈博，你也是啊。知道啦，我又不是第一次出狱哦。还敢说？知道就别再回来了。记得上一次我跟你们说过的，出去后一定要定期验尿。他准时到 Salarang 监督中心报道，我会时常跟你们联络的。如果联络不到你的话。 我可是亲自上门的。知道了，年纪小我几轮，你比我还更长气。哎，金城，拜拜。 出来就好，回家，可以回家。好久不见。 吃药了吗？还没啊。什么药啊？一个是高血压，一个是……其实我都写在阿公的床头了，我也担心他会忘记。哦，哎，哎呀，还真的要多谢浩洋照顾我这么多年，阿公的脚啊越来越不好了，每次出去啊都要人家来带。 我这么快就变成人家了啊！现在曾孙子回来，就不需要我这个假孙子了，是吗？哎呀，没有啦，浩洋啊，以后还要拜托你，帮我多看住金城，不要让他再去做坏事啊。金城肯定不会的。 放心啦。哎，我有点累了，你坐一坐吧。我
服你。我来吧。自从你跟阿公搬走之后呢，这里很多地方都变了。我们常去买零食的那个妈妈烧六年前就倒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最喜欢的鱼头炉还在。啊，还记得我们以前天天一起上学放学？哎，你的 morning blues 啊，我大概忍了10年吧。从小学到中学，每天都给我同一张臭脸。学校不知道有没有变了。哇，这些桌子还在啊！我记得以前我们都在这里互抄作业的，你抄我英文，我抄你华文。不知道还在不在？还在。这个 apologies 是什么意思啊？Apologies 是对不起的意思啦，对不起不是 sorry 吗？哎呦，你的英文真的很烂耶。 I feel so sorry for you。 喂，喂喂，你啦，你坐了坐了。干嘛？在帮你啦！我也是我伟大的志愿的，我们一辈子当兄弟也很伟大啊！伟大你个头啊！你好好会不会？我记得不久以后，你就突然退学了。爸妈他们知道，阿公都跟我说了。要不是我们失去联络，或许5年前的事就不会发生了。那都是我的错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老实说，有没有怪过我？怎么？怎么样？味道没变吧？和你家人一起吃的时候一样。哎，对了，他们还好吗？我爸妈几年前跟我姐移民了，把我孤零零丢在这里。你为什么不跟着一起去啊？就有些事放不下。你呢？这几年过得好吗？在牢里的这几年，虽然不好过，但是我学了很多东西。去一下厕所。火锅，
阳又不在。浩阳不在陪我吃饭吗？你不用陪家人吗？一天有24个小时，我有15个小时在 CMB， 这里比较像我家。工作狂，犯人不睡觉，我们怎么可以睡觉？我记得有一次工作太累了，结果我在 CAP 里面睡着，醒来之后我居然忘记自己住在什么地方，结果我还是回来 office 里。你把 office 当家，把家当酒店呢？你也不是一样，也不见得你比我早走。我把家当酒店是因为我家里没人，你就不一样啦，你有家人在等你。好啦，我今天是不会让你可怜兮兮一个人回酒店吃泡面。等一下。Hello? OK. New case? 有居民拨打 CMB 热线，说看到可疑的人物出现在隔壁单位，他们看起来精神不太正常。Officer 查询之后，发现是两个 ex abuser 租下了单位的其中一间房间，而且单位一直传来小孩的哭声。要行动吗？先观察一下吧，我不想冒贸然行动。没得吃了，也没得睡啦，看来今晚要留在 office standby。Thank you。你们干什么？宪兵，把口袋东西拿出来，打开。另一边。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跟他借来的，他说没有啊。不好意思，你可以走了。金城，林金城，你根本不相信我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想你再受到诱惑。我在 CMB 工作那么多年，我比谁都清楚，毒瘾不是那么容易戒的。不用你提醒我，你是 CMB。比谁都清楚，你随时都可以把我抓走。我先走了，适当的时候给他们加点料，还有。他们清醒之后，再问他们下次要多少货。说了，你只是在做你应该做的。我抓你的时候，我不敢认你是。好像是我，我也不会认的。那是我最惭愧、最懦弱的一刻。对不起，
我答应你，绝不会再丢下你。我也答应你，我不会再走错路了。刚刚，对不起啊，是兄弟，就不要再道歉了。No apologies. No sorry. 中央肃毒局是新加坡首要的缉毒机构，除了执法行动，肃毒局也负责毒品防范教育。2021年是肃毒局成立的50周年，我们将继续秉承初心使命，通过执法、教育和结合社会各方力量，携手打击毒品犯罪活动。